OK OK OK， 这样子。Squirt squat。我是日本人哎，美丽有反应，看我的反应又足又硬又主观有反应。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会议室里面要的不是别的，就是想跟各位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大嘻哈时代第二季。为什么我们要看这个东西？再去补一个，我觉得你改口一下好了。哎，因为我觉得好像前面介绍不够隆重，你说做一个开箱的动作。没关系啊，我们就配合一下没。守天使男的出现，我们先给守天使一点掌声吧。阿天，等一下，你怎么那么久没来啊？守天使，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你最近在干什么，好不好？睡觉。你是熊，冬眠了、啊。你究竟跑去哪里了？我们大家都很思念你。送 Uber， 但我现在不送，我现在叫 Uber， 你要吃潜水鸡吗？你怎么又是潜水鸡了，白痴哦！要吃，要吃。哦，加一。各位朋友，今天万众期待的一刻，我们即将要来看《大嘻哈时代》第二季第一集。为什么我们要看呢？毕竟我在我公司已经看了数十次，那可想而知，我老板应该看了数百次，小恶魔应该也看了数千次。我们对这个影像绝对是有一定的要求。在看这一集影片的观众，你们应该不知道影片长什么样子，但是我知道，但我又不能表现出我很知道的样子，所以我等一下我可能会演一下说啊很惊喜的感觉。这一部影片我已经看过数十次，因为我从现场就看到了，因为你也知道我在里面担任的是什么角色，赛评的角色。但是呢，怎么样？你是赛评，不代表知道人家的节目剪断长什么样。你讲的也有道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起感受。你讲的当然有道理，我讲的没道理，我讲话干嘛的？这倒不一定哎、欸。你刚刚想要点餐那一句，你出生的好没道理哎、欸。我想要点餐，点餐不行啊！点餐我肚子饿，不然我点餐干嘛？你怎么那么凶啊？久不见你送外送，你送成这个样子。我想我久不见你这这么凶，我就莫名其妙。你才有问题，你到底在搞什么东西？苏天使。你咋子变这副德行喽？我看过那么多次，而且让公司同事在剪辑，然后他剪了很久。小恶魔剪多久？剪了一辈子，一辈子没有停。老板要他改，他就改，跟狗一样。剪死你，直接选死。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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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啊，剪死都被拿掉了。对啦，死都被拿掉了，绝对是留好看的啦。然后特别吩咐我们要用最真实的剪辑，把一些恶魔剪辑跟狗的地方桥段都拿掉。我们就是平铺直叙，让你们知道比赛是怎么一回事，也没有加油添醋，我们也没有任何渲染，我们就是拍到什么我们就用什么啊。但是他把我平铺直叙的剪掉，是不是算是恶魔剪辑？算是天使剪辑。对，你这样讲就没错，因为是小恶魔剪，所以是天使把它拿掉了。这个文化不跟天使一样啊！四个字，避重就轻。哎呦，先用小恶魔剪辑，然后再经过文化的调教，然后被小天使拿掉。小天使接受到文化的熏陶以后，那叫文化熏陶。哎，所以是让你们剪辑。没有，我们都在讲干的。哦，啊，对啊，我们这个美丽频道都是在讲干，我们怎么可能讲一些实话，对不对？对不对？你们就当听干话就好啦。我们发生每件事都真的，哪有那么好笑？对啊，哪有那么好笑？神经病！我们一定是渲染、渲染再渲染，渲染的是只有在频道，但节目就是真实，受了文化的熏陶啊，熏陶。还有什么军桃双狼香狼军桃屌你阿妹香狼军桃我以为军人在吃的桃子军桃我以为已经有一个不好笑的又一个白痴啊我是过来衬托他的、啊、哇操你看我多好笑我们受到商业的调教我们剪片剪一剪电视台业务说哎、欸，你应该这样改我们说哦我们改我们办得好然后呢剪完了之后我们送去给文化部不是说文化的熏陶完了之后说里面欠缺了一点文化我们少了一点文化的感觉好改我们负责到底人家怎么说我们怎么做为什么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为什么赚钱啊白痴哼赚钱吗我们要确定赚得到钱吗总之我们讲了那么多屁话我们就先来看第二季第一集的完成品来咯朋友准备好咯我们要看下去咯 OK Play
B 的。等一下 ，B 的 Best Kobe When I Speak the Me 十年军口，台北空警，哦，文化，这就是文化嘛。播出来哦。对啊。这么害羞。Be the champ, change the game。哦，暂停一下，这个声音好熟悉，好性感。哎，小天使，你模仿这个声音讲一次好不好？没办法，就是口音差太多。你试试看吗？可以啦，你试一试就好了，七分像就好。我们要七分像的，不要全像的。来，请开始你的表演。Be a champ, change the game。哦，好像，怎么那么像？哇，你要讲慢一点，来，跟我一起念。Be the champ。Be the champ。Change the game， 哇，非常好，有没有？虽然你听到是嚼舌头的声音，但是是不是跟这个声音很像的？我们继续看下去，来继续 ，OK 不？如果一支影片的不好看，是在于摄影的美感、剪接的结构，好听有没有？与制作团队的技术法，不完欸、那这比赛的刺激与否，就在于选手的求胜欲望，跟谁能成为这场游戏真正的改变者。你不能玩嘻哈，那是一个文化，要形成一个文化需要时间，需要历史，那是个非常漫长艰辛的历程，非常漫长。我很清楚，我们不是来定义嘻哈的，不是，因为经过这个节目，我们最终都会成为它的一部分，也因此我们希望做到的是重新打造这个舞台。至于比赛呢，它是一场考验，你必须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到，你必须要在被限制的条件下付出努力。透过比赛，你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为什么要站上这个舞台。2022有快2000个人参与这个时代，456个人得到实体海选机会，80个人有机会改变时代。我们曾用押韵转移对生活中的不满，现在节奏在夺冠的时候，陪你一起庆祝，陪你一起夺得冠军奖杯。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东西？他讲了什么东西？往前一点点，陪你一起夺得冠军奖杯，简直在人家伤口上上演，我看不下去，这个旁白好吓我。来，我告诉你，我很喜欢，为什么？因为这一项的冠军奖金让我们沿用到现在，我们一起掌声感谢这一项，谢谢。所以冠军奖金算是一个污点还是一个亮点？我觉得应该算是有污点转正，有可能是他人生的污点，但是对我们来说是亮点，就是一体两面啊，凡事都是两个面向。好，冠军奖金之后呢，我来听一下发生什么事情。OK play。哦，前面很感动，要想怎么当一个饶舌歌手，要想着怎么超越饶舌。You gotta be the champ if you wanna change the game。哇，感动的开场，有没有？这就是文化。哦，我这个 logo 很帅，有没有？会爱睡，所有人生会空疼你。我一切想不完起，拜拜拜拜，感冒头疼爬过来哦。在今年10月，有将近2000名的选手开镜头啊，线上甄选，而我们经过了层层筛选，最后选出了全台前80强，进入摄影棚，一起录制我们的《大嘻哈时代二》。这一次，我们将带给大家前所未见的激烈竞争，让这个通往这个引言是阿达，不停的考验他们的意志力。在这边我要讲，人家说什么综艺，它就是综艺节目，所以我们找一个主持人，怎么样？而且这次不是主持人哦，是主持群哦，哦，一次四个主持人哎，以为在玩天才冲冲冲哎，还是你以为在看综艺大集合？我们四个主持人哎，我们随时喊下面一位，随时叫主委加嘛，随时叫饶舌歌手不饶舌，鲤鱼跳龙门，你信不信？啊！你真的以为是饶舌比赛？哦，你他妈开玩笑！综艺节目呀，我们继续看下去哦。OK play, help and get it。而这一次，我们的冠军选手将会获得全台 SUV 销售冠军，
好，这边是业配，我们跳过。我一起来欢迎我的搭档美丽本人。哈、啊，怎么讲到我 ？OK OK， 好好看，谢大哥精彩的表演。你看，从远处就带过来了。大家好，我是美丽本人。接下来你看到这个区域，就是本季新设定的赛评区。所以从这一集开始，我跟达哥会担任赛评的角色，我们绝对会用最公正、最客观且最垃圾的角度带各位看这一整季的节目。哇，怎么这么……当然除了垃圾以外呢，我们会告诉你那段再念一次哦。OK， 感谢达哥精彩的引言。大家好，我是美丽本人。接下来你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本季新设定的赛评区，所以从这一季开始，我就会跟达哥一起。哎、欸，那个很长哎、欸，我那个时候背很久哎、欸。好，当然除了垃圾以外呢，我们也会告诉大家每一集的赛制，为各位好好的详细介绍。如果你听不懂嘻哈没有关系，听不懂 flow 没有关系，你听不懂饶舌完全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也不懂。哎、欸，有没有看到？讲对了，是赛评，就跟各位一样，我们就是什么也不懂的角色，我们就是跟各位一起吃瓜啊、只是我们站的比较前面一点而已。接下来我们把画面给我们新增的场边主持人贺龙。哦，好的，谢谢。所以最近还出现了嘻哈圈外人，这个叫做今天场边记者会被那些凶神恶煞的大嘻哈选手打呢？制作人，帮我把这些社会底层饶舌歌手放进来。等一下，确定这样用是可以的吗？社会底层。但是说实在的，我就平心而论讲一句话，饶舌歌手可真他妈是社会底层人。毕竟我也饶舌过，我就告诉你，饶舌歌手只有一个字。穷，穷得快被鬼抓走。而且你看这一季我们新增了贺龙，为什么要增加他？因为他跟嘻哈完全没有半点关联，所以我们才找他，是这样吧，小天使？是因为我找到郑伯没有啦，开玩笑的啦。哎呦，我就说我们这个是讲干的频道没？渲染啊，对不对？你现在即使你说找贺龙是因为他真的厉害，等一下也会帮你渲染成说哦，因为我们找不到曾伯恩嘛，对不对？是啊，要讲嘻哈就要讲到 dish， 讲到 dish 的话，谁会比贺龙吗？谁比贺龙吗？没有，说曾伯恩啊。你这样就是在渲染嘛，你这样怎么会对？没有，你知道贺龙有出过饶舌歌吗？啊，而且有150万的点阅率。我干，他一直直接海放我整个频道。好了，我们继续看下去，来，社会底层饶舌歌手放进来究竟有哪些是社会底层的？来，阿夫你好。你看阿布看起来，你看皮肤这么黑，超底层的。阿爸皮肤这么黑，超底层的。好，这位是怎么称呼？我叫郑永祥。好，在我身边这位怎么称呼？没有，不说了。没有，因为他有结巴，不好意思说。哦，旁边这位也是有知名度的，怎么称呼？叫我屁孩就可以了。又是一个来蹭熊仔的是吗？他跟熊仔到底是什么关系？他怎么谁不好蹭，只蹭熊仔啊？不蹭一些再顶一点，像我，你看蹭王阳明，蹭瘦子。你这样算地质熊仔吗？我们怎么算地质熊仔？你刚刚说怎么不蹭再顶一点？他不够顶。熊仔， oh. 熊仔是那一方的顶。哪一方？才华那一方的顶，另外的是演技那一方的顶、啊！只要说他两嘴的之后，会不会写成一首歌哦？这样就有蹭到，这样就你看我这样是不是就蹭到？在策略，白痴啊，这就是蹭啊！反正为什么特别挑熊的时候来讲？因为我想蹭，但是屁孩你不一定可以蹭熊的，你还可以蹭别人啊，像我就蹭了瘦子、王阳明、炎亚纶，蹭到得奖，学学我啊，蹭的艺术，懂了吗？哎，我们继续看下去。OK 不嘞？为什么会来参加第二季？第一季不是很屌了吗？不是很屌呀？字幕是上什么？不是很屌了，他就是上很的因为我们是普遍级，他们说字幕不能打点，所以可以写的。是的，写的。你想说没有写过注音文在电视节目？啊，因为你太的可以更屌，因为小俊可以更的也没有啦，但就是不小心会虐到呗。好，这边访问很无聊，我们跳。哎，好了，贺龙访问完 V 咯。好，访问完 V 就没了。喂 ，Welcome， 我的我的嘻哈时代第二季。哇，索纳的头好烈啊 ！Introduce our 三位评审。第一位
日本嘻哈厂牌颜色，那头家演台北，一个叫大杯，什么叫大杯？好的啦，超大杯那个，那些叫大杯，好的啦，超大杯，大杯粥，一个叫大杯，好的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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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跟你讲，说实在的，我觉得要给唢呐最高的 respect， 因为他的母语是英文，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去讲英文，可能都没有他标准，所以我们是给唢呐一个掌声，好不好？唢呐真的很强。哎，那为什么这一次的主持人要找傻傻的，为什么要找唢呐？整个 YouTube 在做 reaction 的大牌子就两个，美丽本人的频道还有好机车，找我了不找唢呐，肯定是跟他过不去，所以为了让他心服口服，也找他。你看，余量情节，我们没有余量情节啊，我们怎么可能会有余量情节？我的订阅数才多少？要订阅数多少？看我的订阅数超低的，还爬不上去，对不对？好了，我们继续看下去喽，不然我们跳着看。站起来跳，跳。哎，你是要换掉了？好了，快点看一看啦！成功了，累死人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爵士来，跳着看。来哦，我们看一下、哦、V 在上一季的时候，他虽然没有入棚，但是他写了一首歌，很生气。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可爱的家伙，这次会拿出什么样的作品来应战？这么直接啊？直接干了啊，哪有差、啊？对不对，小天使 ？Let's do it！ 我们直接看 V 的跳在下面快拿到什么样的分数？准备好了吗 ？OK play。可睡醒大嘻哈应该转过头来配你，因为其他人根本就不配。这台上和我对决，台下和我作对。这节目第一个话题是我的，大家不约同类，越点都见。叫那些 enemy get ready get ready， 先进手数据够的能力，像个疯子举手就能透着空气。还敢期待选手被当成红心，过我从没输过，更别说同兵。站在我创造的空间下，我的忽然黑人都知道。有请亚洲人在东边造，造的我的歌你们全部人中间跳。我的笑是全宇宙最强亮的天体，想跟我接触，如果我在边底，判管系的全都滚一边去。我的一首 demo 烧你的阵仗，专心 wow， 最炙热的破口，请你的胃口。我轻轻的奏着打破我的对手，听到我的赞美更痛苦，会头收起你的耳朵，还有你的手，眼睛红色的耳朵，你的手，你的耳朵跟手。我们的货色从不垃圾，能够当着天上人间统统释放呈现。哎，是自意不再沉睡，想动我你们不配，不配，是一时之。无畏跪着膜拜我，那我也不屑再做你的兄弟，将走到鼻青脸肿，你的傻脸跟我斗，鼻青脸肿不是为了第一，乖乖藏好，记得这首烫口我 RIP take off， RIP take off。这个饶舌我这样听下来 flow 非常的满，然后他又讲得很顺，我自己看下来啦一定没有问题，这个一定是三个 pass。 来，小天使，你听完了你有什么高见吗？他其实轻重音嘛，他声音的 dynamic，对，然后他的时候就顺啊，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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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刚在饶舌里面还加一个“的声音，你们仔细听，真的有啦！来来来来来，你们听。你们听了，凑着空气，他的喉咙也在凑着空气，凑着空气。靠背给掉。干超球是他设计的换气，其实这样是屌的。对啊，很屌，我没有觉得烂啊，我只是在模仿他跳的口气。嗯，我自己是觉得过啦。哦，我不知道评审怎么给，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评审怎么判决。好 ，Game Play。What you got for my boy V in three? What you got for my boy V?他倒抽一口气，哎，不给你看，想看，老子不给，你自己去看整片。好，我们下一个选手。OK， 停掉，我停在这边，我要看六一七，六一七的很精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多精彩。OK， play。哦，看到了没有？我们停在这个地方，他的屁股一直在吃裤子，屁股是躲饿，屁股吃不吃到饱 ，buffet， 其实吃的蛮猖狂的。你穿棉裤，
也会吃裤子吗？这个是所有短口袋的通病，像我们就会为屁股吃布。那有些人如果穿丁字裤，会为屁股吃线，他穿吃面线。OK。今天的影片我非常喜欢，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呢？大嘻哈时代第二季，美丽本人唢呐、阿达、贺龙、蔡思云、陈星汉、迪拉胖、袁火、陈正川、我的党旗、谢干干。OK。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顺便追踪我的 Facebook、Instagram。最后，你对这部影片有什么意见，或想看我对什么东西起反应的话 ，Leave a comment below. Peace.